做汽油车燃烧是火星塞能拆，我们会打泡沫药剂进去去做积碳的清洗，那会再用抽吸器把积碳把它洗出来。这时间上只要拆装允许的话，其实这个过程是很快速的。这是用过油泥清洗剂哦，清洗15分钟之后的一个颜色哦，可以看到它很黑哦，所以这跟我刚刚弄下来机油的颜色是差不多的。所以那个油泥清洗剂哦，我中间有穿插图片，它是类似这个透明色哦，所以现在你看露出来，它整个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状态。这跟机油其实没两样啊，这个照每一台车清洗程度不同哦，它有不同的一个效果，越少洗越没洗过的啊，清洗的效果当然就越好。还有一点就是哦，这个漏油的车是不能洗的哦，如果它已经有漏油的话，不建议去做清洗，产生更大的漏油反应。